瑞芳站快到喽！我是观光列车长的 F11年2月19号。瑞芬，喜欢那个港。10:52分。我们拍摄的是4177次哦，花莲八车，有没有看到四零的？有三千起。哎，讲错，干什么？也有500型，那阿法捷特拉也有54。11777次，好了，马上就没人了。再见，我下面跟马上们多多点大家，再次来讲，拜拜。叮咚。我吓到你了哈，你知道我多忙吗？啊，头痛完还去送机，送机再折回来牡丹，然后再头痛，哦，头痛就搭这一台。因为我去集章啊，我去集章，我说上地集，可以啦，这个一站一站慢慢慢慢那个。完蛋了，回送列不是回送列车，记得帮我注意哦。哪一班？可是早上那一班啊，回送的，有500型。哎，我那个竟然没有打。什么没有打？就是那一班车啊。那怎么？车道那一条稍微没有写。哎，怎么没有写？像52，像54圈，六是哎。6746，对啊，对啊，能写，对啊，怎么可能专列？我。